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的待产包里都有些什么。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是我待产包准备要带到医院去的一个箱子。另外呢，我还会带一个 pouch， 一个包包，这个里面装一些东西。因为临近孕晚期呢，随时都有可能会生，所以我很早呢就把这些东西都稍微准备了一下。那我就坐下来跟大家说一下我的包包里面都装了些什么吧。那我来跟你们说一下，就是我刚才给你们展示的我这个黑色的箱子。这个黑箱子其实买了很多年了，它是一个非常小的那种登机 size 的一个箱子，然后有两层，现在已经塞的是满满当当的了。我先打开里面这一层，里面这层现在都有点合不拢了，里面全部放的是我个人的东西。因为在美国呢，我们所谓的待产包可能和中国的不太一样，在生完孩子之后可能要坐月子啊，或者你们要直接去月子中心之类的，然后准备的东西要特别的多。但是美国的孩子的东西基本上全部都不用带，只用带他最后出门的一套衣服就可以了，然后基本上所有要带的 90% 全是自己要用的。那我自己要用的，首先呢我都用这些透明的收纳袋，我已经把它洗好，然后并且叠好放好，放在透明袋子里它们就比较好辨认，这样子的话我就方便让我的家人帮我去拿。像首先我跟我自己准备的两条毛巾，我准备了一双这种折叠拖鞋，在医院里面用的。因为所有的有经验的人告诉我，就一定要带自己舒适的东西。然后呢，这个收纳袋里面呢是一套我的长袖的睡衣，它是这样的一个粉色的娃娃领，这样子的哺乳睡衣。对，然后它是长袖长裤的，因为我不确定医院里面的温度是怎么样子的，所以我备了长袖的睡衣睡裤。然后它还附有一个眼罩。就是在这个收纳袋里面呢，我还放了一个我前几天在亚马逊上买的一个这种哺乳的吊带背心，它是这个地方可以直接就是打开，然后它是连那个文胸一体的，我觉得这个比较方便，就只用穿一个这个 tank 就可以了。又是一袋衣服。那这个里面呢我装了一个浴袍，这个黑色的呢是一个浴袍。因为我对面的那个跟我关系特别好的那个外国邻居，他就跟我说我们住院的时候穿浴袍是最方便的，因为可能你去厕所啊或者回来，你身上不想穿太多的时候裹一个浴袍全身都可以遮住。然后另外呢我还带了两双袜子给你们看一下，因为呢他们跟我们说医院很冷，然后你生孩子的时候呢你的腿是露在外面的，然后没有办法，所以我特地带了一个这样子的长筒袜。睡好我就不打开了，因为好不容易叠好的。然后我就把所有的这些衣物归类，然后全部放在这种透明的这种保鲜袋里面，这样找会很快。好，然后接下来呢我还有带这个是从国内带过来的全棉时代的棉柔巾，是用来洗脸用的。然后最后呢我在箱子里面还塞了几片那个我用的比较习惯的韩国品牌的卫生棉。这一层呢我就已经给大家展示完了，里面基本上全部都是我个人的用品，就像自己住宾馆一样的，你要带一些自己用的习惯的东西。你还可以考虑带你习惯的被子啊或者是枕头啊。然后呢这个箱子的前面这一层呢我就放了一些我最后出院的时候要用的东西。首先我给你们看一下宝宝的东西吧。这个是我之前在一个网站上注册，然后他送的那个婴儿包巾布，我带了一条，因为我不确定会不会用，但是实际上这个肯定我觉得应该是有点多余的，因为医院都有。然后这个呢这一套给你们看，超可爱。这套是还有一个是包屁衣，有一个是连体长袖，就是我们要从医院回家的时候在路上要穿的两套。然后这个是我自己出院的时候要穿的一包衣服，你们看。然后这个是我买的一个哺乳文胸，这个短袖也是哺乳类型的短袖，然后品牌是叫 Motherhood， 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是这样一件粉色的短袖，给你们看一下粉色的短袖。然后它摸料子非常舒适，然后这里好几层，然后打开以后我这个还有那个洗衣液的味道，因为我是才洗了的。然后这个地方是就是可以用来喂奶的哺乳的地方。然后这个是上身我穿的这个衣服，然后还有这一条裤子
我买了一条七分的孕妇裤，然后这是在淘宝上面买的，莫代尔材质，特别舒服。然后这个呢，其实我在孕期也可以穿，然后生完了以后在恢复期也是可以穿，因为它的这个腰这里是有松紧带的，所以还蛮实用的一款。接下来呢，我再给你们看一下我随身的这个包包里面装了什么东西。然后这个包里，首先呢，我装了一个这个托腹带。那这个托腹带呢，是我孕晚期一直在用的，一个非常给力的一个产品。然后呢，它可以帮助我就是减少腰部的这种压力，它可以托一下肚子，因为从你发作到生产应该还会有几个小时的时间，然后这段时间有可能你需要医生让你走动一下，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托腹带是很有用的一个东西。然后另外呢，我还带了一个保温杯，这个保温杯是我在孕初的时候就已经买的，它是那种带吸管的，然后这个是我要带到医院去用的。然后接下来呢，这个里面和这个里面是我个人的一些护肤用品。袋子里面呢，我就装了一些像牙刷啦，然后保湿水、洗面奶、面霜、梳子。这个袋子之前是 Bye Bye Baby 我 Registry 然后他送的，一个Pampers 的一个护理袋，然后里面其实我也是装了一些零零散散的东西，我全部装的都是那种小样，比如说像这种湿纸巾，其实医院应该是有的，然后还有这个也是妊娠纹油，也是这种便携式包装的，我没有带太多，然后还有护手霜啊，宝宝擦屁股的这种霜，护唇膏这种，然后还有一个数据线，因为到时候还要充电。有些婴儿的东西其实可能不需要带，但是我把这些小样都放在一个包里了。包里面还有一个奥斯曼，到时候可以录点视频，如果需要的话。然后还有我的钱包，这个是为了今天视频放进来的，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到嘛。然后基本上我的带产包就是这些了。好啦，那这就是今天的一个简短的视频，我的带产包里都有什么？那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